后 Pinky 不听话，是不是？哎呀，回去练一练，让你的 every finger listen your order，懂了没？我来试试看，你给我看看你的小提琴，看看 Watson。你说 any finger。你说 first、second 都可以。Third，看到没有？其他不动，看到没 This is second. No，这是 third。1, 2, 3, 4。Except the time. Yeah。你知道吗？Except the time。你再问老师，让他动哪个？First。咱们动完还要按在这个线上一点啊。你的最 weak 的是几个？你的看最到没？weak 的是几个？是 third。你最 weak 的是 third。看看，老师按的，每次都按在这个线上，看到没有？还要按出声音来，说明我的 pinky 够 strong。一开始我们也做不到，按上去软绵绵没声音的。看这个，especially this one is hardest。每个人都是这个很 hard。OK，这就是你要练的。那时候我们上课。这我们练琴也是业余时间嘛，上课坐在学校，我们手都得这样摆着，我就在桌上哒哒哒哒，有时候就敲桌子，这几个都能敲出声音，就这个敲不出声音来，就连着敲出声音来。你看拉琴的人手一直都在那动的，再来一次，摆上去，再来，one more 啊，不着你急，抓要抓好，抓到这个位置，对抓好，对，抓到这里，对。你看，你抓的就不好抓，一定要抓在这个方向，你就很容易上去。对了，对，手不能转，手不能转，对，OK，对了，放上去，这是可以帮忙推一推，挺好的，哇，这是挺快的，刷一下找有点快点，感觉了，挺好的，这个是不错。OK，自己去找 finger 的 position 啊。不着急，慢慢来啊。四指还缺一点点，四指，对哎了，perfect，，good，这手好漂亮。对了，手再动动看，不要这么再进来一点点。来，对了，对，对了，这个撑出去点，对，对，这样还 OK，不要再那个了，对，不要再太往后，知道吗？OK。动动看，动动你的哦，不错不错，就是要 back 回，要回到这个线，回到你不要原动太远，太远就不容易回到，你就再动这一点点，就比较容易回过去。可能要妈妈帮忙，以后帮她按着，然后动三指，third。好，找到感觉了，找到哪个，他就找哪个 nerve control 那对个，对对，good，就回去练这个，OK，OK，行，好，拉拉看，今天呢，我们的弓应该是这样抓的，看到没有？这样抓，但是你一开始，you don't have to，你就这样抓好了，好，把手，your right hand come out，middle two finger down。Middle two，看老师怎么做，看老师怎么做。你看手摆好，Only middle two down。当中两个往下。不用看，这样摆好，手撑开来，不要并着，撑开来，稍微撑开来，大一点，Middle two down，其他不动，会吗？其他不动，其他不动。嘿嘿嘿，学琴是对小孩一个真的是很好的脑子训练。就这样，会吗？哎，可以可以，OK，good。把 thumb touch 这个 line，把两个指头和那个 thumb 结合在一起。这里一条线看到没有？把 thumb touch 这个线会不会？来这样。你回去跟他做完吧，手指 game。你不用看，来这样一根线，那其他两个手指伸直。我们还以前我们还玩这个的，以前小时候玩这个看。动动大拇指，动动哪一个，就是都跟他玩玩这种。还有这个，一个打八，一个打八那个。哎，还有我们这种这种东西都对对对，都去玩玩，这都是对，就是训练小孩脑子发展嘛，对对，每个 nerve 的 control。
OK， 好，我今天就先帮你这样抓吧。那我们放这里，放在这个 metal 这里 ，OK？ 呀，就这样，好的，就这样好了。嗯哼，拉拉看，手不能按弦了，手按弦就拉不响了。对，手一直摆在这啊，不动啊，摆在这，看到没有？妈妈看到没有？我就把它这个手掰开以后，它这里就有一个肉垫， uh-huh, 就垫得上。啊、uh-huh, 哈 ，OK。刚才我说的这个大拇指在这里，大拇指摆在金属那个 metal 那边，看到没？对对对。好，拉拉看 ，A 弦拉拉看，我说交接 A 弦，哪个是 A 弦？对，拉长长，对 ，D 弦 ，D， 刚才 D， 琴要摆好啊。他们现在不要光顾看，就把琴音越来越往前前面。对了，对 ，G 弦 ，G string 最低的 ，Good， 再来，再来一次 ，One more time，G string。你要。他现在今天有说有功了，他就开心了，这什么就让自己拉着吧。现在玩上了，要听 command， OK， 要听 command， G， 我要抓到这里，你才可以拉出去， otherwise 你拉不长。对，拉的时候这个包不能碰到木头吧？不能碰到木头。哦，那你碰到木头不对了。这包啊，要跟那个弦垂直。cross， 妈妈你再过来看，你看，这样就叫不直，这就叫不直，要这样就是才是直的， okay. 一直都要保持这个直的，看到没有？ Uh-huh. 所以他拉的时候呢，这个膀子就要伸出去，这才会直。Uh-huh. 但是一般人拉都喜欢往这边拉，对对对，喜欢往里面拉，这就不直了。Okay. 一定要这样往前拉才是直的。Okay. 因为什么？我们平常动作都是以这个为轴嘛。所以做什么他都觉得这样嘛，但是这个不是拉琴师吗？以这个为准。啊。那那那那不拉嘛，前面不是拉的地方。好，琴架好没？琴又掉下来了。哦，所以你第一关还没过，要能够 hold for 15 minutes 回去练。OK， 妈妈给他一个他最喜欢的卡通。你看完这卡通，你知道琴下来，我卡通就 stop 了。他喜欢看嘛？那怎么 movie 什么东西？他喜欢，他喜欢，他现在喜欢看红鼻子。红鼻子。我更喜欢看那种。哦 ，OK。红鼻子，那就给他放在那儿。你说你看的时候，琴不能拿下来，你琴拿下来就，那个就他小的时候有的时候注意在那边就忘在这边算了。Uh-huh. 你老坐在这是 boring， 就是很酸很那个嘛。OK。是不是？啊，还有一个事情，手不能碰着。你看我在给弓上插了很多 rosin， 就是让它弦要 sticky。手上有油摸了以后就拉不响了，懂了没？对了，这个放在这里。对了 ，George good。在这个地方。啊、还有一个不能过这个黑的东西哦，要在黑的里靠近这个 bridge 这边，这叫 bridge， 不靠近 bridge play。对，拉长长的，好了，讲一下啊。老师说不能超过黑的 edge， 听到没有？不能超过黑的这边 side， 听到了吗？拉的时候，对，要和它什么直角 cross。好 ，George come here， 这是第一部分。这个音呢，记好，在这个最上面 space 上面，这个音就是你的这个弦。OK。你看到这个这样写，看到写这样的，你就要拉这根弦。它几拍啊？它是四拍，一、二、三、四。然后这是上弓，这是下弓，一、二、三、四，懂了没？这是什么记号啊？拉啊？拉。那这是什么记号？刚才老师说的。嗯。两竖一个两个小点在旁边的 repeat 什么意思？什么叫 repeat？ 再来一遍。对了，再来一下，来，他要你 repeat ten times。
今天我们学了个 repeat 啊 10 times OK Let's try play 来 You know what's that?这是 E 就是这个音 OK Play ready 4 beats 啊哇不抓好那个 down 对 E string D E string 1, 2, 3, 4 这个 1, 2, 3, 4再 repeat 1, 2你是哪一个脚打？那个脚打是吧？对。OK， 好的，再来。1, 2, 3, 4 1, 2, 3, 4再来 ，repeat。你自己拉回来。1, 2错了，错了，错了。4对 ，1 这个手机那个手没拿对，拿在那个 metal 上，拿在那个 金属片上，手要有力气，要 hold 住啊。E 是 E， 这是 E， 是 E， 往才 E 是这根弦，知道吗？啊 ，Ready， go， 1, 2, 3, 4 up， 再来 ，Ready， go， 1, 2, 3, 4好 ，Judge 看这个，这是 A 弦。A 弦 ，A 弦在哪里？这个，这个是 A 弦。Ready go， 1, 2, 3, 4 不要抓好，抓在这里。嗯哼 ，Yeah。A 弦就是那 A 弦在这里 E 弦呢再低一点 A 弦稍微高一点 D 弦再高一点 G 弦再高一点懂了没 每个 string 都不同 level OK A 弦 please 不能拉过那个黑的这边好吧 Ready go At 1, 2, 3, 4很好1, 2, 3, 4很好再来 1, 2, 3, 4 1, 2 低一点 3, 4对了这是低弦看在所有的线下面是低弦太多了 1, 2, 3, 4 good 再来 repeat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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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这是 G Judge can with extra two lines It's a G It's a, the lowest pitch 1, 2, 3, 4 1, 2, 3, 4 Again 1, 2, 3, 4